如果有两道题回答错误以上，然后你就算挑战失败，要在整个采访结束后唱一首爱国歌曲。好的。来，现在根据你发小册子七十秒的背题时间了。好。准备计时。好，首先你先回答选择题，看能给爱情的题。选择题，在你左手边的充话箱里面回答几个号？四。选择题第四题，为了不同民族、不同省份、不同方言区的人士沟通能够顺畅，在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委员会上，有一种官话以一票之差没能成为普通话。请问它是哪种官话？ B A 中原官话， B 吴语， C 不是选 B 了吗？ B 南官话， B 粤语。 B 你确定要这么对吗？因为我有看到过这个题，然后我就有潜意识，然后就觉得 B 是啥？B 是啥来着？对， B 西南官话，就是偏贵州那边的话。我要是把这四道给你调换调换，你能还能回答对吗？啊，可以，还可以。西南官话。下一个选择题，请出题。下一个是八。选择题第八题，1950年，新中国第一辆自主研制的自行车在天津产生。请问这辆自行车是哪个品牌的 ？A. 永久 ，B. 飞鸽。飞鸽。B 飞哥，飞哥。判断题和填空题。判断题。判断题，请说序号。八，还是八？请问，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最长的运河，这个表述是正确的吗？错的。错的。对，错的。回答错误。一，第一题。错的，错误。您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回答错误。鸭子上的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河流之一。来，填空题，请出题。然后二。填空题第二题，中国的新四大发明是网购、共享单车、扫码支付和滴滴。确定答案吗？确定。啊！我刚刚完了，记错了。最后一题，你可抽好了。九。填空题第九题，1954年，新中国第一架飞机雅克18型被亲切的称为。被亲切的称为雅克，可以贝塔。那这个题的最重要是，它是新中国第一架飞机。歼十。初教。初教，我不知道，我放弃。初教误。初教。恭喜这位老师，总共回答对两道题，挑战失败，请演唱一首爱国歌曲。我爱你，中国，心爱的母亲，我为你流泪，也为你自豪。我爱你，中国，心爱的母亲，我为你流泪，也为你自豪。